再来换减法咯。来，你看这边，减一减一减一，是不是都是减一？你碰到减一的时候呢，你要做什么事情？就是把它变小一个。减一要怎么办？变小一个。减一减一，你要变小一个，懂不懂？减一你要变小一个啦，会不会啦？真的懂？好，变小一个，会不会啦？那所以呢，九减一就是八，八减一，七，六减一，六，六减一，五，小一个就是五，四减一，三，二减一，二，七减一，六，二减一，一，一，三，四减一，三，三，八减一，七，六减一，五，五减一，四，七减一，六，三减一，二，二，八减一，七，九减一，就是小一个，小一个，小一个，会不会啦？好，再来，再来。那、啊、如果你碰到都一样，啊，带一块，花掉一块，那不就没了？两块减两块，没了，没了。带三块，花掉三块钱，没了，没了。所以只要碰到一样，一样，一样，就是零，零，会不会啦？会了。那如果你碰到这个呢？有没有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？是碰到连续的时候。那你碰到连续的时候嘞？二减一等于一，三减二等于二，三块拿走两块啊，一，所以剩一块啊，所以四减三，一，五减四，一，六减五，七减六，一，是不是都是一？一，会不会？所以碰到连续相减就是一，会不会了？那请问你，十二十三相减，是一，也是连续啊，所以是一啊，会不会？会不会？好，再来，二十五减二十四呢？连续啊，所以也是一啊，会不会了？好，再一九九减一九八，一也是一啊，所以只要碰到连续都是减一，都是一啦，会不会了？所以碰到连续连续都是一，懂不懂？啊，所以减一都是一，减一少一就是少一，会不会了？减一就是往前一个，减一就是变小一个，会不会了？所以减一都是。变小一个，会不会了？那一样，零都是零，连续都是一，减完都是一，会了，会的话，好，往上，好，换这边来，这是多少？十，这里九，这里这样子六，六这样子八，八这样九，这样子六，这样子七，这样子五，会不会了？所以你注意看哦，十减五，五是把这五拿掉。所以剩五，所以十减五就是五，那九是这样子，减五呢是去掉这个手掌，三，乱讲，四，四，那八减五，三，七减五，二，六减五，一，会不会？所以它，一，它，三，它，二，它，五，它，四，四，它。他，五，他，二，二，他，三，再换他，一，他，九减五，四，好，八减五，三，七减五，二，八减五，三，九减五，二，十减五，三，六减五，一，一，七减五，二，二，会不会了？再来八减五，三，六减五，一，八减五，三，九减五，四，十减五，五，八减五，三，七减五，二，九减五。六减五，一，会不会了？会的话，好，往上。好，这里刚刚你有讲过啦、啊。九强，一，八强，二，七强，三，六强，四，五强，五。啊，所以呢，抢完之后都会变多少？十。八强二等于十，七强三等于十，六强四等于十，五强五等于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你注意看喽，十减九就会是十减九就会是一啊，减一就会是九，减九就会一，减一就会九，九会不会了？那十减八就会二，会不会？那减二就会八，所以八强二，二等于十，所以十减八等于二，十减二等于八，会不会？会哈，那所以来开始问你哦，减九，一，减一，九，减八，二，减三，七，减六，四，减五，五，减三，
减四。六。减八。二。减六。四。减一。九。会不会了？所以减九。一。一减二。八。八减七。三。三减四。六。六减五。五。减八。二。减七。三。减三。七。减六。四。减四。六。减五。五。减九。减九，一，减八，二，减六，四，减七，三，减三，七，会不会了？会的哈。好，再来，来看这边。啊，这个我们在学加法也学过了啊。八加一等于九，七加二等于九，六加三等于九，五加四等于九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你只要九扣掉其中一边，就是另外一边，懂不懂？所以减八就是一，减一就是。八减七就是二，减二就是七，会不会了？所以你加法学得好，减法就很简单，会不会了？好，往上。啊，有一个我要特别讲一下，就是这里五，五看手我的手指头，五是不是四加一三加二，对不对？四加一三加二，四加一三加二是等于五，啊，所以减四等于一，减一等于四，减三等于二，减二等于。三五也要特别记一下，会不会了？好，往上来开始做题目，来，一样要指着念着大减小，指着念着，不是大减小了，不能大减小了，一定要这边减这边，用你带出门的钱去减掉那个老板要的钱，懂不懂？懂哈？那所以要指着念着就好，要指着念着，来，三减一，二，三减二。三减二，一，六减三，三，九减七，三，二，二，会不会了？来，开始，八减三，五，一减零，一，七减五，二，二，四减二，二，二，往上，好，来开始，二减零，零，乱讲，二，七减，七减六，一，连续嘛，一，好，再来。八减五，三，你加法会这里都很简单。二减一，一，再来。九减七，二，九减六，三，二减一，一，八减五，三，来，六减六一样，零，四减二，二，八减四，六，八减四，哎。八减四啊，哎，八不就是四加四啊？你减掉四不就是四？会不会了？五减三，二，会了，往上。第六题在那里？来，八减二，四，八减二六，好，五减一，四，八减二六，四减四零，没了。好，再来换这边，八减四。四，因为八，八是不是四加四？那你减掉四还有四，会不会了？好，再来，五减三，二，八减零，八，减零就是没有啊，不用减啊，所以还是八。再来，七减三，四，四会不会？因为七是不是等于四加三？那你扣掉三，不就是还有四？所以七等于四加三，四加三，四加三。所以扣掉三，所以还有四，会不会了？会了哈。好，看这边，九减四，三，九减四，五，五，再来，五减二，三，七减三，四，九减六，三，三，好，往上。第九题，好，来看第九题来，四减三，一，九减八，一。六减三，三，三，因为六，六是不是等于三加三？那你扣掉三还有三，三，对，六减二，四，四，来，三减一，二，二，五减一，四，四，六减六，零，一样的零，二减一，二，一，一，会了，好，换另外一边，好，上去，好。好，第十一题，五减二，三，六减零，六，八减二，再来四减三，
一，下一题，三减一，二，二，六减五，一，一，九减零，九，九，八减四，四，四，好，再来，九减五，四，四，七减二，五，五，九减六，三，五减三，二，二，好，往上。第十四题，第十四题，七减三，四，四减三，一，六减一，五，三减一，二，所以要指着念着，懂不懂？好，再来，五减四，一，八减零，八，一减零，一，六减五，一，七减五，二，三减零，三，三减一，二。九减六，好，往上。第十七题，二减一，一，八减三，五，四减零，四，六减三，三，再来，九减五，四，一减零，一，九减零，九，三减一，二，下一题，九减七，二，九减七，一，二，二，九减七是二，会不会？好，再来。一减零，一，四减二，二，八减五，三，会了哈，下一题，好，二减一，二，一，五减三，二，八减五，三，四减二，二，会不会了？会了哈，好，收工。